令到朱念念不忘，系因为你内疚，因为你杀死咗佢。唔单止系咁样，我同你姐姐嘅感情，你唔使再讲落去。如果阿朱嘅死可以令到你永远记住佢嘅话，我都可以。我要你永远记住我。姐夫，我可以的，你信我，我要为你死的，姐夫，你信我啊，姐夫。就算你死了，都唔好代替到阿朱。我唔明。因为你姐姐阿朱，系我喺世上唯一心爱嘅女子。亦是唯一我想娶依为妻的女子，这段感情之前不会有，之后也都不会再有。你知不知道没人可以替代到她？真的不可以，连我死都不可以。阿朱早已经埋藏在我心里面，直到我死了之后，我要同阿朱长眠地下，永不分离。神南院萧峰参见皇上。嗯，萧峰听风。南院大王萧峰，宫中体阁，朕之言慎也。言尽爵宋王。赐封平南大元帅，统率三军，钦此。啊，皇上，萧峰，你唔系想抗旨系嘛？啊？臣南院萧峰谢恩。好，咁先系朕嘅好兄弟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你尚有南征之意？哼，唔系朕想南征，而系赵熙呢个小子觊觎朕个国土。皇上何出此言？有探子回报，赵熙呢个小皇帝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派人整饬边防，训练三军，仲招兵买马，储备粮草。分明有进犯我大辽之意。皇上，南朝训练兵马未必就有北犯之举，等他们真的发动兵马之时再作防御都未迟。你言下之意，始终不肯统兵南下是吗？皇上，征战而和天下苍生，倘若皇上一意南征，臣请皇上另委高言。哼，在你的心目之中，将宋朝看得比我们大辽更加重要，所以你宁愿效忠宋朝，都不肯效忠大辽，是吧？皇上明鉴，萧峰是契丹人，只当效忠大辽，大辽若有危难，萧峰一定会以身报国，死而后已。兵书有云，先下手为强，如果朕不先发制人，随时都有亡国灭族之余。你明知而袖手旁观，做个咩精忠报国、死而后已啊？萧峰平生杀孽太多，只系唔想呢一双手再染满血腥。求皇上许臣辞官，退隐山林。喂，皇上。萧大王只不过是久居南方，一时顾念旧情嘅啫。南征之事绝对不可以改，你好自为之。萧大王，请听属下一言。皇上既然旨意已决，大王又何苦再三抗命呢？可违抗君命，是为不忠。
不顾结义之情，思为不义。但系南下攻宋，要滥杀无辜百姓，思为不仁。阿爹叫我终生不可挑动干戈，不遵父命，思为不孝。忠孝难全，仁义无法兼顾。好一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！大王只顾为他人，有冇为自己嘅处境着想过？萧大王一向仁义宽宏，向为属下所钦佩，只可惜生性率直，不惯为官，亦都不懂为官之道，凶险已迫在眉睫。你身为南院枢密使，一向为我解忧，但说无妨。属下追随皇上多年，刚才所见，皇上已动杀机。岂有此理！萧峰真系不识抬举，简直系目中无人。皇上息怒，萧大王虽系契丹人，但自细喺宋国南朝长大，自会视宋国为父母之邦嘅。佢为命抗旨，如果唔杀佢，攻花何处？朕命令，连夜调动兵马，包围南院王府，捉拿萧峰，假杀勿论。系皇上，皇上，但萧峰有平乱大功，而且同皇上有结拜之情，如果今次杀咗佢，恐怕有损皇上嘅英名。哼！佢罔顾结拜之情，视为不义，违抗皇命，视为不忠。杀一个不忠不义之人，有何不可？皇上，但系要杀一个逆贼，当然可以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贵妃平身。贵妃，你都认为萧峰该杀？臣妾只系一个妇道人家，要唔要杀萧峰，任凭皇上主意。但萧峰武功高强，喺千军万马之中，尚且能够来去自如。万一杀佢唔到，俾冲出重围嘅，就后患无穷。冇错，如果俾佢走甩咗，等于放虎归山，佢必定投靠宋朝，向佢哋通风报信，成为我哋大辽嘅心腹之患。皇上何须担忧？臣妾有个万全之策，可保皇上再冇后顾之忧。贵妃娘娘，平南公主大到。阿姊叩见穆贵妃，向贵妃娘娘请安。哎，阿姊妹妹，何须行此大礼？今朝你嚟，只系想同你闲话家常啫。你哋回避，坐低。哦。皇上赐封你为平南公主。原意是想撮合你和萧大王的，但真的想不到姐夫他根本一点都不喜欢我。想收服一个男人的心确实一点都不容易，尤其当世的英雄豪杰，好像皇上啊、萧大王啊。其实大家都知道皇上最宠幸的就是贵妃娘娘你，就连今次南巡都只是带同贵妃娘娘你一个在身边。不知道贵妃娘娘你有什么法宝呢？后宫佳丽成千上百，比我样貌出众的更加温柔体贴，更讨得皇上欢心，都不知几多。皇上偏偏最宠爱我，你知点解吗？点解啊？阿姊妹妹，你聪明伶俐，对我特别投缘，我一向视你为妹妹。呢个秘密你千祈唔好泄露出去啊！嗯，阿姊一定唔会讲噶。如果我有泄露半点风声嘅话，我就天打雷劈。娘娘请讲啊！上京圣德寺有一位年过百龄的高僧，他法力无边，对我特别眷顾，送了少少两瓶圣水给我，叫我偷偷给我心爱的男人喝下一瓶，那个男人又会爱我一世到死为止。我偷偷地摆了一瓶入黄水杯酒里面，现在还有一瓶。真的这么神奇？嘘，不要那么大声，被皇上听到不得了的。贵妃娘娘啊，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将这瓶送给我呢？不得，万一皇上变心，我还用得着嘛。但你说过喝过一瓶之后就永远都不会变心的。防范未然啊。贵妃娘娘啊，他日你回到上京，你还会有机会见到那位圣僧，问过拿过一瓶的嘛。但是阿姊就难以如愿啊。
求贵妃娘娘你成全阿姊啊！哎，姊妹妹，好啦好啦，日后萧大王对你千依百顺，你哋两位大婚之日，千祈唔好唔记得我呢个大妹啊！多谢娘娘赐恩，多谢娘娘。姐夫，你找我有事啊？阿贱，穆贵妃刚才要召见你，冇难为你啊嘛。冇啊，你都知穆贵妃佢不嬲痛锡我噶啦，佢趁住今次南墙之变，特意叫我去同佢聊天解闷啫嘛。系咁咪最好，阿贱，我哋立即动身，迟咗恐怕嚟唔切。咩嚟唔切啊？因为姐夫决意唔肯南征，而皇上已有起义之心，姐夫就效法当年关羽封金挂印，同皇上嚟个不辞之别。姐夫，咁你即系唔做南渊大王咯？大丈夫有所不为，我对皇上呢一份情，恐怕只能够来日再报。阿姊，你。姐夫有所不为，阿姊都有所不为。姐夫去到边，阿姊都跟住去边。姐夫啊，我带咗啲嘢俾你啊。好。呢瓶葡萄酒系西域嘅贡品嚟噶，我特意喺贵妃娘娘嗰度攞嚟孝敬你，俾你品尝嘅。好。果然好酒，阿姐，事不宜迟，快啲换上汉服，我外边等你。大王，你真系要走啦？帮我转告皇上。萧峰谨记自己是契丹人，有生之人绝唔会做半件对唔住皇上及大辽嘅事。大王，失礼，我唔想你牵涉其中。呢件事情，你都装作毫不知情算。大王，路上小心。请皇上圣旨，捉拿逆贼萧峰，格杀勿论。铭记于心。姐夫，我哋而家去边啊？我哋翻去中原，通知丐帮同埋朝廷，我带了南侵，佢哋小心防范。哦，里面。姐夫，你点啊？我中咗毒。我看不到真理，姐夫，是我不好，我害了你，这毒是我落的。
阿芝，你点解要害我？唔系啊，我唔系要害你噶。阿穆贵妃，佢一瓶圣水我，靠你饮咗之后，会永远喜欢我，娶我为妻，我真系傻。跟住我将嗰瓶圣水换咗老婆配套酒俾你饮，系我害咗你，姐夫，我同你一齐死。我食嘅唔系致命毒药，只系暂时令我内功全失，我唔会死的。真嘅，姐夫。我哋走。你走先啦，姐，唔好理我。唔得，要死一齐生，要死一齐死，姐夫。阿芝，我走唔甩噶，唔好再生冇过。姐夫，逆贼萧峰，足足投降。你唔好理我，尽快潜入中原，通风报信。姐夫，快啲走啊！走啊！启禀将军，嗰位姑娘已经不知所踪。皇上真系要萧大王，唔使着你个姑娘。萧大王，末将只系奉命行事，得罪啦。萧大王，叶律卿，我再唔系辽国嘅南院大王。皇上今次唔杀我，竟然莫大恩典。其实你应该知道，冇人可以违抗皇上嘅意志。叶律卿，我要见皇上，我有说话同皇上讲。皇上以下圣谕，除非萧兄弟你肯回心转意，出任平南大元帅。为他统军南下，否则永不复见。皇上要囚禁萧峰，直到老死，咁比杀我更厉害。萧兄弟，事到如今，你何必作无谓嘅顽抗？倒不如叶律卿，你奉皇上之命前嚟做说客。萧兄弟，唔通你而家仲唔明白？皇命难违啊！好一句皇命难，一指皇命就挑起战乱，此后数年间无数嘅老百姓就会流离失所，战场上会尸积如山，死嘅唔知系宋军。就我带嚟千千万万嘅兵将，而佢哋嘅家中仲有妻儿，好快就会变做孤儿寡妇。唔通你唔出战啊？皇上就唔会另派将领统军南下咩？萧兄弟，其实我今次嚟完全系为咗你，希望你留住有用之躯，不作无谓嘅牺牲。叶律卿，多谢你的好意。萧兄弟，皇上之所以开恩唔杀你，亦都系爱惜良才难得啫。咁你讲错，皇上雄才伟略，要将区区一个萧峰封进眼内，佢只不过系要所有人屈膝于佢脚，佢只系唯一嘅强者。只可惜我萧峰天生硬骨头。绝非贪生怕死之辈。
佢就係張俊賢身邊嗰個臭丫頭。呢個臭丫頭害死蔣堂主，害死幫中唔少兄弟。我哋一定要殺咗佢，為蔣堂主報仇。你哋殺咗我唔緊要，最緊要救翻我姐夫喬峰。喬峰主，大廖皇帝封我姐夫為平南大元帥，要佢統兵南下攻宋。我姐夫點都唔肯，佢而家捉咗我姐夫，生死都未卜啊！臭丫頭，你想講嘅係咪真嘅？因為你有開心，我講每個笑話都係真噶。我姐夫救過你哋咁多次，如果你哋唔會救佢，我姐夫死緊啊！好，立即派人運入南京打探喬峰嘅消息。如果呢個臭丫頭夠膽做餘生事，再殺佢都唔遲。係。咦？佢暈咗啊！冇人睇住佢。蕭兄弟果然氣概過人，依然大杯酒大快肉。全大爺倫卿嚟招待我好酒，蕭峰好多謝你照顧周到，能夠為蕭兄弟做嘅只此而已。誒，咁你可以叫皇上唔好再派税侯，我蕭峰決唔會改變主意。爺倫卿，莫非皇上經已調動兵馬大舉南征？係咪啊？皇上確實已調兵遣將，大軍已經駐在邊關之外，正係如箭在弦，刀已出鞘，不可不發。一場始終都無法避免。皇上嘅賤明英要殺我蕭峰，已如反掌，但佢決心要贏，佢要我輸得心服口服，所以皇上就親自統軍南征，等奪到大宋江山之後，翻嚟喺我面前耀武揚威。佢只係怕我生性江湖，所以不斷派人嚟假裝皇上，以免我知道實情，一怒之下咬舌自盡。皇上佢逞強爭勝，實在用心良苦。蕭兄弟，你放心，尚未到盡，我蕭峰決唔會輕言生事。各位，日前呢位阿紫姑娘嚟到雁門關閉邦分舵報信，阿紫姑娘，請你將前因後果向各位陳述。月前，大辽国九皇帝耶律洪基微服到咗南京，佢话宋朝太皇太后驾崩，朝纲混乱，局势不定，正好系南下攻宋嘅最好时机。于是佢将我姐夫晋爵为宋王，加封平南大元帅，叫佢统率三军南下攻宋。我姐夫佢拼死力谏无效，最后唯有封金挂印，打算前返中原，通知大宋嘅边关首长尽早防范。但系嗰个九皇帝佢恼羞成怒，竟然将我姐夫捉咗，而家系生系死，我都唔知。魏波得知你消息之后，马上派遣弟子前往南京城内查探，查明属实，乔帮主原来一直被囚禁喺王府之内。于是，一方面通知我大宋各处边关首长，请佢哋及早防范；另一方面就派出魏帮嘅青竹令。请各位齐集此地，共商营救乔帮主的办法。我大哥嘅性情耿直，一定唔会臣服于辽王嘅淫威底下。听我妹妹阿紫讲，佢系中咗辽王嘅诡计，导致内力全失，如今一定危在旦夕。大哥义逼云天，今次因为不忍天下苍生受害而招致杀身之祸，实在多谢咁多位高手鼎力相助。仲有咁多位师叔祖。应该话咁多位少林高僧，晚辈实在不胜感激。阿弥陀佛，虚竹师子言重，我等乃武林中人，向讲道义为重。当日因为袁虎、袁飞两位师弟之死，错怪咗萧峰，难
得萧峰施主不计前嫌，在我少林有难之日出手相助，打退了丁春秋呢班狂人，得以保存我哋少林数百年嘅清誉。今日萧施主有难，自当悉力相助啊！应该嘅，冇错啊！我哋七十二岛三十六洞虽然乌合之众，但系九云萧峰，萧峰定乔峰啊？萧峰又好，乔峰又好，都系硬硬正正一条好汉。我哋就算拼埋呢条命，都要救佢翻出嚟。多谢，多谢，我代大哥，多谢各位嘅相助。但系得闻辽王加派兵马，南苑王府内外守卫森严，有如铜墙铁壁，恐怕就算硬闯，我哋都要试一次噶啦。以个人嘅武功，闯入府内并非冇可能。冇错，救人要紧。我熟知王府嘅地形噶。好，咁就阿姊妹妹带路啦。入夜之后，我丐帮正面袭击王府，阿姊姑娘就带段公子同许竹先生等人潜入王府救人。好，老衲就长攻王府后门，分散辽军嘅主力。系，好。好好，身负剑技，天下无双。今晚萧某亲见，真系佩服。在下雕虫小技，得蒙萧大王金口一赞，实在在下不生之幸。萧大王请放心，皇上令旨，命属下必定要将萧大王保护周全。多谢。小心，系陈总捞佢哋啊！大哥，三弟，二弟。乔帮主，陈长老，姐夫，担心死我啦！我以为以后都见你唔到啊！大哥，今次多得阿姊妹妹熟悉王府地形，傅三哥只可以挖到地道，仍救大哥你啫。阿姊，三弟，大哥嘅手镣同脚镣要靠你嘅六脉神剑先可以切断啊！大哥得罪啦。好。三弟，你嘅六脉神剑终于可以挥洒自如，
二弟，而你嘅来历日渐深厚，天下间冇人能敌。大哥，你过奖啦！能够号召各位中原武林人士入寮相助，大哥先真系冇人能敌。哎，陈长老，要你以身犯险，萧峰实在感激不尽。萧兄弟，你对个丐帮一直关怀备至，多番出手相救，喺帮众兄弟心目中，你永远都系我哋嘅好帮主。陈长老，如果可以嘅话，我萧峰真系希望做一个丐帮中嘅二三代弟子。大哥，今日除咗丐帮嘅弟子之外，仲有众位少林寺嘅高僧相助营救。我萧峰何德何能，劳烦咁多位少林高僧冒死相救。萧大哥，呢啲叫做种善因得善果啦，就系因为你平时对人好，所以而家人人都对你好咯。萧大哥，今次你唔肯举兵南下，先至会俾大辽皇帝囚禁。你救咗咁多汉人，佢哋当然要救翻你啦。咁多位嘅圣臣，萧峰实在无以为报。大哥，兄弟，你点啊？辽兵越嚟越多，众多兄弟被困，好难杀出重围啊！仲有少林好多高僧亦被困，我哋死伤惨重啊！兄弟，皇上，外面放满辽兵，而家杀紧过嚟。咁多位，你先走。大哥，放心啦，囚禁咗咁耐，我来历已经回复，你尽快逃出城外，不随后就到。快！大夫，我留低帮你啊。唔得，阿子姑娘啊，你唔可以留喺度噶，你令大哥分心噶。快走，我对陈长老，我得少林高僧同埋丐帮兄弟，走先啦。好啊，走啊，子。走。Come on.
阿子姑娘，你的手怎啊？我没事啊，姐夫呢？他没事的，你放心啊。陈长老，麻烦你带领大家先行一步，我和二哥要回去接应大哥。段兄弟，你要小心。不用了，你们看。大哥，大哥，二弟、三弟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怎啊？我没事。阿子，你受伤啊？只要可以安全救到你，我受少少伤都冇问题噶。吴长风受众兄弟之托，将本帮信物交还帮主。当日我哋糊涂到极，冤枉咗帮主，求帮主不计前嫌，重返本帮，请帮主重掌台帮。承蒙各位厚爱，萧峰感激不尽。但系萧峰确实系薛丹人，帮主之位万万不能再当。各位请起，帮主是薛丹人又好，汉人又好，都是我们的好帮主，没错了。各位都是萧峰的好兄弟，但帮主一职是关乎整个中原武林及大宋的社稷安危，薛萧峰不敢从命，帮主一时难以定夺，等入关之后再从长计议。萧施主，众师兄弟和师伯他们在城外被廖兵围困，无法突围啊！大家翻转头，营救众位高僧，杀到啲苗狗片甲不留。冇错，杀到啲苗狗片甲不留。大家千辛万苦才逃出城外，救人嘅事等我哋三兄弟去做得啦。姐夫，廖兵恨你入骨，一定会杀咗你噶，你千祈唔好去啊！系啊，大哥，你今次去而复返，即系公然与廖人为敌，二来未免自投罗网噃。少林众位高僧。他是救我而来，我萧峰岂可坐视不理？我哋都一起去。我哋都一起去。各位，今次救人要速战速决，人多不有所延误，大家就留响度稍后片刻。二弟、三弟，咁你哋小心啲啊！小心啊，公子啊！今次我哋七日难飞，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